您看这桌子已经有人坐了，您要不我就是要在这里看烟火。这间客栈又不是你们家开的。没关系，我想多交一个朋友。我不需要朋友，这旅馆我全包了。你看到了那对商旅，我跟了很久，你休想碰他。难得今天跟锦衣卫青龙见面，就让我判官领教一下，在他停之前，我一定要把你打倒。走！呀！没事。在这个晚亭之前，我也一定将你打倒。青龙。